找头路就来吃，要来看就是嘉义市政府和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南分署七号上午的九点到下午两点，将要伫咧江滨运动公园来举办着今年第一场的大型分家南区职训暨就业博览会。八十间的厂商将要来提供超过五千的职缺，其中有未少拢是台湾近五百大的企业，佮有上市上柜公司。嘉义市长陶兴提示欢迎全国的民众做伙来吃。找头路，以及家己创造更加多的商机和就业的机会。找头路拢伫遮，分家南地区今年第一场的大型职训就业博览会，拜六将在嘉义市江滨运动公园的体育馆登场。嘉义市政府和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南分署五号联合召开记者会，嘉义市长陶兴提邀请民众做伙来遮找头路，敬请企业主来化为，希望会当多多提供工作机会，为地方带来商机和就业的机会。在3月7号。港平运动公园那里，我们有一个就业的博览会，有非常多不同的馆，不但有趣，而且有用啊！所以请大家哈，如果你无头路的，你可以来找头路；你职场上有问题的，你也可以来那里，我们也有一些辅导。如果你干啦有时间呀，你已经有头路啊，想要换工作，嘛，请你也过来。啊，那若无代志，你嘛来看一看，非常有趣的一个博览会哈。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南分署署长施真阳强调，这一届参展的八十间厂商提供超过五千个职缺，其中有未少拢是台湾近五百大的企业和上市上柜的公司。现场精彩活动的优势是会当和厂商直接面对面，加速成功录取的机会，希望民众会当得得把握。只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新的工作或新的职业训练或就业服务，或是任何的这样的职类都有相关的兴趣的话，尤其是现在创客正夯，所以我们特别把我们的创客 Maker Car 的车子带到现场去，让大家所有的朋友都能够体验。而且在现场很多 DIY 的活动，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除了让大家能够想要找工作的找得到自己心目中最好的工作。这一届的就业博览会也将加大各单位的选择空档，提供相当隐蔽的面试环境。活动当天也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提供职业专业规划和建议，含职场体适应的检测、青年就业专区、行动式服务站等等。而且还有300份包含着行动电源、平板电脑等等含量的福袋回馈给参会民众。相关活动的消息会当向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南分署来查询，或者是上官方网站来查询。最新新闻，中央新闻网，小三加二七彩虹报道。